红警二中魔鬼终结者优缺点简述。魔鬼终结者出场是在尤里复仇版本中盟军战役第二关好莱坞梦一场中的角色。他原本是好莱坞的一名动作演员，但因为尤里的入侵打破了原本平静的生活，因此他身披重型盔甲，手拿一柄重机枪扫射敌人，以他自己的力量来进行抵御。自身装备了重型盔甲，属于反步兵单位打击载具及建筑单位，效果较差，也可以进入载具之中，但无法免疫载具的碾压。心智也并不坚定，会被尤里心灵控制，受到伤害后也不能自动恢复生命，并且无法获得经验来进行升级。